常喝冰啤酒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再喝酒了啦。还是你常喝冰水？哦，内行哦。哎，这个呢，这种冰开水啊，有没有？很痒，天气热哦，开车哦，一定要喝这种冰的，才会爽啊。啊，痛啊，痛啊！你是胃经不通，胃中寒气盛，所以呢胀气、颈肿、流汗不止，常容易累，都跟等等啊，等等啊，等等，你讲什么胃经什么颈肿啊？还有谁是胃中寒啊？哎呦，师傅啊，你跟我讲白话文啊！好，我说给你听啊，简单讲呢，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一条经脉叫胃经啊，你胃里面很多寒气，就把这条经脉塞住了，所以呢脖子就会肿起来啊，还有眉头旁边这里常抽痛，也跟这个胃经塞住有关。奶奶，我有听没有懂啊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除了胃痛、头痛、腰痛，是不是牙齿跟膝盖也常会痛？啊，对呀。哦，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全身都在痛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师傅，你这样弄哦，更痛的啦。啊，这就对了。通这不痛啊，痛这不通。不是啊，这是不是哪个药的广告词啊？哈，有没有？不是广告。你一进来啊，你又不停的打瞌欠，眼睛发黄，脸上有黑斑。还有你的个性有点急，讲话也怎么讲？喜欢胡说八道了。可是你这个眉头这边痛啊，也不全是跟胃经不通有关系，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。啊，躺下，我帮你舒缓一下吧。哦，那。好了，放松，你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